前防弹少年团的 V 在 KIAF 2021 VVIP Preview 活动现身，由于当时身旁还站着一位年轻女性，因此相关照片一出，立刻在网络上疯传，甚至还爆出了恋爱传闻。虽然事后公司急忙出面否认恋情，但当事人 V 似乎受到了不少影响，在昨日深夜先是透过粉丝互动平台发文表示很心寒，想要唱舞。据了解，这首歌是防弹少年团的歌曲，歌词中有提到真实成了谎言，谎言成了真实等字句。不久后 V 又再度发文表示今晚会在梦里朝他们的后颈射毒针，要小心脖子后面哦。字句间都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与愤怒，让粉丝们看了纷纷心疼，表示连续看个展演的被扭曲成这样，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真的是太可恶了啊，看来我们太恨是真的生气了。